阿弥陀佛，校长，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之前跟大家一起学习老法师对一条龙教学理念上的指导当然我们仔细观察老人家从一开始讲经就特别重视人才的培育也可以感受到。他老人家很感恩老祖宗留下来的文化，对他一生的受用他也谈到这一生没有被这外在净缘染污没有随波逐流就是小时候在私塾扎了几个月的根尤其老人家常常讲经提到他的父亲带着他行拜师礼。当时候七八岁孩子最崇敬的就是父亲、母亲结果自己的父亲给老师行这么大的礼，你说在孩子的内心深处很震撼哪敢不听老师的话呢？那时候的老师。有使命有责任，而且又是读古书的人，读古书的人，这些教诲有入心不愿意占人家一点便宜更何况是受这样的大礼可以想象那师叔老师受这样的大礼那战战兢兢受人之托忠人之事我们看《论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刘备。把自己的孩子托孤给诸葛孔明这个孩子以后是要接掌一个国家的那同样，我们在这个时代能够遇到家长很认同传统文化，全力支持。孩子学习走这一条弘扬传统文化的路，那这样的家庭在我们这个时代，商业时代功利时代都可以属于硕果仅存的因缘。尤其老人家晚年，我们去观察一下，90岁前后开始都不离一条龙教学。就像2017年
啊，老人家当时候啊，91岁了，谈的现代同盟养正教育的落实，高度重视啊，小孩的培养，因为人才之成呢，自儿童始啊，11、12岁啊，相对都比较晚了。啊，所谓少成若天性，习惯如自然。啊，俗话又说，3岁看大，6岁看老。所以这个教育的黄金时段呢，真正明白的人要掌握住啊，总在遇缘不同啊。啊，《礼记·学记》告诉我们的，敬于未发之谓预啊，预防法。他3岁、6岁以前扎根了，他一身正气呀、啊。一接触到邪的，他就不舒服了。这个正气没有起来，一接触到五欲六尘这些享乐，他就被拉走了。所以《礼记·学之》又提到。发然后进，则汉格而不胜。这个遣词用句啊，高度提醒我们了。他这个坏习惯已经养成了，你要去禁止他。汉格哇，格斗啊，像跟他打仗一样啊，都扭不过他来了。我相信现在7、8岁的孩子，你要把他的坏习惯转了就很费劲了。到13、4岁啊，那都快打起来了。你看《礼记·学记》里面就是这么提醒到了。之前有一对夫妻啊，这个父亲呢、啊，比较少时间陪孩子，所以3岁啊就把 iPad 就送给小孩了。哇，那小孩除了吃饭跟睡觉啊，就没有跟他离开了。后来觉得事情严重了，啊，6岁啊要把他拿掉了，打妈妈，撕心裂肺的哭啊。哭到太累了，睡着了，醒了继续哭啊！你说，假如染上这些玩乐的东西啊，你说他的未来会是怎么发展呢？啊，爱之不以道，是所以害之也。当父母、当老师要有理智啊，要有智慧才行啊！啊，其实我们在教孩子，我们大人应该可以从修身先关照，我们自己感觉，修行修身容不容易啊？很不容易吧？以大人的理智要去抵御诱惑就不简单了。那小孩呢？连我们成人修行啊，到哪里修啊？首先啊，要比较能离染污的地方修啊，
不然很想修啊，但是每天看到这个五欲六尘，自己的心完全掌控不了了。所以古代说要到牛叫声听不到的地方啊，叫阿难诺啊，得先积累积累自己的戒定功夫啊，建立好正知正见呢、才能在境界当中去判断是非、邪正、利害、真伪。大人尚且都要有清净地静下心来，更何况是小孩。所以蒙以养正呢，对孩子来讲，才能成就他成圣成贤的根基呀。对我们老师父母来讲，这是最大的功德事啊。印光祖师说的，成立家庭的人，最大的功德，把下一代教育好，他成才了，他能够利益一方啊，利益所有生命中跟他有缘的人，看到他就被他感动了，看到他增长善根了。所以当这一对父母一心就要把孩子培养成圣贤，为众生服务啊，那我们遇到这样的家庭也难得啊，要珍惜啊。所以老法师为什么说劝我们年轻的弟子们发心做小学老师啊，不为名，不为利，默默无闻都没关系，但成就孩子做人的根基啊，陪伴孩子啊，跟有这样认知、有这样使命的父母家庭一起来护持这样的下一代，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名利放不下的老师，不可能能够帮孩子扎这种根，他心定不下来。就像《春学旧语》里面也提到啊，你老师常常不在，孩子的心怎么定啊？老师能自己带头好学，铁定能把学生带动起来的。老师不专注在带学生了，这就有失自己的本分了，天职了。人把本分给忽略了，就是把自己的根忘了。意所当为啊，这是本分的。意者已也，就应该的，应该做的。人做人的根在哪？儒家讲的五常啊，仁，为孩子一生着想啊，义，有这份道义啊，师生的情义啊，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啊，
这师生的情谊啊。礼，礼者敬而已矣、啊、对自己选择这个工作的恭敬。智，当老师要有智慧啊，要看得深，要看得远啊。信，信也跟义相应啊。哦，就像古代啊，人家父亲带着孩子来行拜师礼啊，那要信守自己啊从事教育的出发心呢、啊，再来也要对得起人家这样的恭敬礼敬啊，啊，不能辜负人家的孩子啊。有这样的心境啊，那叫师言而后道尊啊。这个言不是说哇很凶啊，很严厉啊。论语里面说的君子不重则不威啊。那个威严从哪里来的？不是讲话很大声呢、啊，不是眼睛瞪得很大、啊。我们看到父母老师常常发脾气的，学生怕他吗？学生在他面前跟在他之后啊，态度是不一样的。真正老师自己自重一言一行都依照经典来做，学生自然肃然起敬啊。论语当中学生自己形容跟夫子相处夫子给他们的感受望之俨然，自自然然让人升起一种恭敬，这是道德之威啊！绝对不是发脾气的威哦，也不是很狂妄的威哦，还有报察之威，这都是不对的。报，发脾气，察，都是盯着小孩。不盯自己呀、教育孩子也要把忠恕之道传递给他们啊。忠恕是孔子一生所讲的教诲，都在注解这两个字啊。无道一以贯之啊！我们的身教没有展现忠恕，我们讲的道理越多啊，孩子越反感。为什么？讲一套，做又是一套啊！其实我们冷静想想为什么我们的父母我们的老师我们这么尊重他们，他一定有一个特质，做得多说得少，我们会自然提起一种恭敬。父亲从来没有跟我们说你们要孝顺哦，一句没听过。但是看他跟爷爷奶奶的相处，每个动作
都在透出他的孝心，做得多啊，讲得少啊。我们自然恭敬了。我们感佩老和尚，老和尚讲的都是他自己修行过来真实的感悟啊，娓娓道来，不是照本宣科的。啊，面对对他侮辱毁谤的人，一句批评都没有，还把他的名字啊立牌位放在讲经的摄影棚里。每天给他回向，所以为什么会有道德之危？真的，哎，他们的言行啊，跟经典相应，跟性德相应，跟圣贤人的存心相应。那我们会产生恭敬，也代表什么？代表我们本有本善呢，本有佛性呢。哎，遇到这样的父母、老师、长辈，还是自然升起恭敬了。好，我们去观察一个学校，再调皮的孩子。真正遇到言行一致的老师，有爱心的老师，他的态度也会比较善良。啊，这个都我们自己可以去观察来印证。啊，所以我们面对这些经句啊，不能一文解义啊。啊，失言而后道尊，我们拿着这一句话变成一种要求。哎，父母要尊重我，小孩要尊重我，这样道才能够兴起来。道是真心呐，有要求，这一颗心念就不是真心了，心不对了。依报随着正报转，心错了，怎么可能家长、孩子会更尊重我们呢？自然中自然相啊，要道法自然，而不是要求来的。我们要去体会那个自然，就是人的真心呢。所以老人家用真心啊，他能体会到真心没有控制，没有占有，没有对立，没有要求，他才会说放下控制的念头。好，哎，大家可不要听。要听到说哦，啊，放下控制的念头，好了，我从今天开始不管我的小孩了，啊，放下要求，哎，我从今天都不讲他了，好，我什么都没说啊，大家也什么都没听啊，所以佛法叫心法。世上没有妨害啊，最重要的是心呢。哦，那老和尚说，万缘要放下啊。结果有人一听，啊，跑到他老人家面前，我工作也辞掉了，哦，我家庭也放下了，啊，就跟老和尚说，我什么都放下了。老和尚说：“我是叫你心上放下，不是叫你事上放下。
世上没有妨碍，世事无碍呀。所以儒家讲，心正而后身修啊，身修而后家齐啊。所以我们要去影响一个家，要去影响一个班级，要去影响他人，最重要的是把我们这颗心护好。啊，太上感应篇说，正己化人。啊，汇编里面注解的好啊，那个化呢，自自然然。春风化雨啊，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呢。我们假如不能放下控制要求啊，那就像孟子说的，可能会啊揠苗助长。会适得其反。啊，我们传统文化啊，肯学的就是善根了。而学的过程当中啊，最重要的，首先呢，格物啊，革除物欲。物欲太重了，欲令智迷啊，这个智慧现不出来了。所以格物才能致知啊，格物是习灭贪嗔痴啊。格物烦恼轻啊，致知智慧会长啊。所以儒家、佛家这些理啊，都是相通的了。我们有善根，进一步啊，发了愿啊，众生无边誓愿度啊。我们接下来要在自己身上、心上下功夫了啊，烦恼无尽誓愿断。不能马上就要冲出去了，要治国平天下了。所以有时候我们这个太热心了，忽略了次第了。我想去影响企业界，那个都是属于啊，这个两纲八目啊，比较后面的了。我们必须先下内圣的功夫啊，知所先后啊，则敬道也啊。内圣格致成正，外望修齐治平，甚至于我们看老和尚的墨宝《吕氏春秋》里面的一段话。哎，写书法要时间精力呢。啊，我们师父上人是不是？哎呀，今天好无聊啊，我来写写书法吧，消遣消遣吧。老人家写书法，都是看到这些这么重要的教诲，要洞察我们弟子们的修学情况，借由墨宝来教育我们。来对治我们的习气。善知识是应激嘛。那老人家把吕氏春秋一段话写成墨宝啊，一把扇子啊，凡事之本必先
自身。啊，诚其身则天下诚，治其身则天下治。啊，为天下者不于天下，于身。啊，连治天下的人，他真正的功夫下在哪？下在自己的修身。啊，就是我们藕益大师说的“观心为要”。自己的心念要守好啊，所以当时候啊，老人家讲一条龙很重要啊，我们弟子表达愿意承担，老法师马上开始了，不是你承担了，是佛菩萨祖先承担，你把心用对就好了。我们所做的事情是依报啊，随着我们正报转，心用对了，事情就往好的方向走了。所以哪怕是一国之君呢，啊，哪怕是管理天下的天子啊，他的重点也不是在看天下人，在看别人，还是在自己的心地上。所以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呢，这个道也是师道啊，也是家道啊，也是事业之道啊。我们一定啊，把这个本得要掌握住了，不然会好心办坏事哦。真的很热忱，但是带的头啊，有流弊了，都是为大众服务，结果没有敦伦敬分啊！人家一看，哇，你的夫妻关系怎么这样啊？你的小孩怎么教成这样啊？人家不敢学了，流弊就出来了。所以弘法不是靠激动啊，要靠理智哦，要遵循经教啊，遵循次第啊。哦，哪怕要护持啊，比方说企业界的，也得把我们的修身齐家做好。而且不能攀援，不能求快。啊，诚得观察自己，观察有缘的同修，啊，很仗义的人啊，普遍都着急，起不来。啊，所以真正想要为众生服务啊，首先呢，为学第一功夫，要降得浮躁之气定，要定下来。啊，小俄语说的，一切言动啊，都要安详。啊，时差久错，只为慌张。在早上啊，刚好陈德到厨房去啊，因为我们早课比较早啊，我先去厨房啊，看几个同学在帮厨啊，有一个同学他动作很快啊，厨艺也不错啊，但你看他在做动作当中啊，那个心都是急的。所以旁观者清啊，一看，哦，你虽然动作很快啊，但是你不在道中了。
修行是不进则退，看起来每天做了很多事，但是心上的烦恼越来越多。哪有说我们在做什么事的时候都很急，然后我们的烦恼越来越少？不可能的。所以小俄语第一句哦，我们得从这里下功夫了。小孩很敏锐，父母老师心很着急的，会影响到小孩，他的心也会不安呢。所以父母是原件哦，小孩是复印件哦。同样呢，年纪越小的小孩，他很尊重这个老师，这个老师啊，不止一言一行在影响他，他的性情也在影响他。因为小孩很单纯啊，他那个接收器很敏锐啊，你的正念他能体会到，你的浮躁他也可以接受到，可是他还不会判断，他可能照单全收。所以我们的功夫不只要用在一言一行上，要用在心地上。那承德自己啊，也是比较急躁啊，大家看我的身材就知道了啊，急的人呢，伤胃啊，脾胃功能就比较差。那很感谢老法师啊，因为他老人家讲话很慢，我以前讲话也很快，但是因为他老人家太慈悲了，太有摄受力了，太想听他老人家讲了，哎，慢慢听啊听啊，哎，心就随着他老人家的开示啊教诲，心就慢慢缓下来了。后来又跟学生讲《弟子规》。跟小朋友们分享，不从容，立端正，所以你自己讲完的时候，你走路不能慌张啊，这个宽转弯误触人，假如我们带了一班学生，每一次都听到老师撞到什么东西了，你说你再讲这句话，不是很没底气了吗？所以真的是感谢学生了，不断的在鞭策我们，因为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自己得要努力带头干了，所以不是压力啊，是动力，我们。用感恩的心啊，欢喜的心啊，来教学。那我们看老和尚的表演，他老人家很用功哦。你看听课的时候，记得90%以上哦。然后配合老师教学。他变成助教了，同学们听完课，因为不能拿录音机呀，又记不住，都得请教他，他要组成一个复讲小组啊，配合老师教学，所以老人家说，这个李炳南老师很照顾他了。把他当孩子，自己的孩子一样还说了一句啊，老师把我当知己呀。
都能体会老师的心呢。啊，那诸位同道啊，教育界同道，大家希不希望你一讲话呢，你的学生就知道你的心呢？啊，他不只是听你的言呢，他能心听啊，不是耳听而已，他能心听啊，他还能神听啊，心神领会啊。我看李炳南老师讲一句话，老人家就明白了，就会去配合了。哦，就像真正孝顺的人，父母都还没开口啊，他就知道了，他就会去做了。啊，他的父母一看到，特别欣慰啊，我都不用开口。啊，这个父母命行勿懒呢。提升到了不用命，他就会去做了。哦，那一切都有因果。我们假如不能体会到老和尚的心，我们带的学生会体会到我们的心吗？修因得果，所以我们得先当个好学生呢。好，有这个因哦，有这个基础哦。哎，这都是君子务本的。那我们看到人家弘法利生，都不是刻意要去找的。比方说老人家出家的事，有一个福州的佛弟子，好像是3个月的时间呢，找了9次啊。好，我们要了解一下啊，这个是63年前的事情了。啊，63年前，从台北到台中啊，坐车要多久啊？蛮久的哦，3个月来9次呢，请老人家出家的。所以，当我们各自成正呢，自己下修身的功夫了，修心的功夫了，机会自己来啊，你拒绝都拒绝不了啊。哦，后来老人家再去请示李炳南老师啊，所以我们不要急着哇，我要去治国平天下，要真的冷静下来，修心呢，改习气呀，好好修身齐家。啊，那。我们在修身齐家，我们在敦伦敬分，跟弘法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啊。两件事就不是不二法门了。你把它分成两件事的就麻烦了。你弘法不是敦伦敬分了，那就表不了法了。甚至会让众生误会。哦，原来这样教学传统化，那我不学了，都把本分给忘了。啊，在敦伦敬分的时候，你的真心显露了，你这一份情义道义啊，完全发出来了，啊，孝心完全发出来了，你去讲课的时候都是肺腑之言，那不是。照本宣科背给人家听了，娓娓道来。所以讲课是有摄受力的。啊，老法师在内典讲座里面提到了，
有些人讲课，听的人呢，离开这个教室门口啊，就没味道了。有人讲课，离开这个教室啊，那一个礼拜呀，他所讲的内容，还在听的人心里面萦绕啊，还有味道啊，这个摄受力就不一样。那老法师讲，最重要的是他真实修行的功夫，言行一致的力量。那我们看看自己呀，看看修行的人，真的要找到愿意实修。愿意呀，拿自己的习气开刀啊，宁肯碎骨粉身，终不忘失正念。然后不顾生死，死都不怕，就怕这个习气又做主了。就怕这个。妄念又起来了，用这样的态度去对峙都是要经一番寒彻骨的，修行不可能轻轻松松的。我们有时候看起来很为大众啊，那都是向上的东西。那里面透着什么？喜欢做的事，哇，拼命去做；不喜欢的事，很重要，也不动。比方说对峙习气呀，不想，不喜欢，叫我把面子撕掉，不要；改脾气，脾气很大，以后再说，那都是修福报而已啦。六祖大师说的“生死大事啊，福不能救哦。得要有功德啊，才能救了。功德那从戒定慧来的，那因戒得定啊，戒最重要的身口意，能够让他。清静下来，严禁三业为持戒，这是夏莲居老居士的开示，都得要克念作圣啊。那我们谈到这里，我们可以问问自己。我曾经对哪一个习气下大功夫去对治它，而且还持续了3个月以上。有没有哪一位老师愿意分享一下？你落实一句京剧啊，或者对治一个习气，下了3个月功夫都没停下来。有没有哪一位同道愿意跟我们分享一下？大家都有谦虚的美德不过呢，这个时候。这个时候假如谦虚啊，就法用错地方了。我们有请李彦玲老师啊。
好，谢谢，李老师。首先呢，他承认自己脾气大就很可贵了，进一步还愿意去改，那我们孔子在天之灵啊，很欣慰啊，因为孔子在世的时候有一句感叹，他说：“已矣乎！”吾未见能见其过而内自讼者也。已矣乎就是哎呀算了吧。孔子说他没有见到能见到自己的过。内自讼是悔过。能见过加上忏悔反省啊，就很难得了，还没到改哦。所以老法师说，发现自己过失的叫开悟啊，很有道理啊。他肯承认呢，很可贵了，改正自己过失叫真修行。那刚刚李老师说的不高兴。也是发脾气，对哈、有一点闷闷的，人不知而不愠，那个愠就是有点不高兴了，但是呢，你不把它控制下来，它慢慢慢慢就发出来了，它有一点点征兆，你就要把它调伏掉了。所以不高兴有情绪的，这个都是嗔心啊，慢慢在起作用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啊，马上阿弥陀佛啊，把它扶住了。所以我们改过啊，知过，改过啊，都要从心源隐微处。很隐微的地方啊，默默洗涤啊，这跟中医治病很像了吧？进这个还没有，只有一点症状啊，就能发现了，把它治好了啊，或者是小小的，赶紧把它治了啊，你到都变成癌症了，就很难治了。那你也提到说，哦，这个还是有起伏啊，这个都很正常。这个改过来说一步到位不大可能，都有一个过程，深处熟，熟处深，不能着急。有时候我们改过，那个着急又上来了，赶快看到这个心念要调伏掉。对治自己的习气不能着急，着急又增加了一个习气了。甚至于去利益他人也不能着急，要随缘，不能攀缘。比方说我们希望企业界的人受益，因为现在是企业时代呀，商业时代呀。假如有企业团体真正做出榜样，那对社会的影响很大。陈德记得17年前，深圳有一个报道，聘请一个主管，年薪啊20万，那这个在18年前算不错了。条件呢，要会背《弟子规》。哇，一下子深圳的书局啊，好多人来问呢、你们这里有没有《弟子规》啊？开始有人在关注这一部书了。我说这个企业也有功德啊。他开出了这个条件呢，让很多人开始重视了。
很现实的啊。你企业界重视什么，家长就会重视了，因为我的孩子以后要发展了。所以真的有企业界的一把手啊，为什么人存正举啊？啊，他是一把手，他不认可你下面要做很辛苦啊，不容易了啊。哎，他是做决策的，他是一把手，他说了算啊，他又肯以身作则。那这个缘比较成熟，你尽力去扶持他。啊，真的有这样的企业主啊，承德再忙啊，都要尽力扶持他，不然就太不够意思了。哦，哪一个企业主说，老法师说二十个企业落实传统文化，啊，就可以带动大众学传统文化了。那假如有这样的企业发心了，啊，他跟我们还有缘，我们还是要帮忙。主办圆融啊，他是主啊，他信任我们，我们是办的。但是没有这个机会不能强求的。人家没这个意愿，你还常常去找他呢，搞得他很累啊，很不好意思了，这攀缘了。人生呢，经历越多事啊，越可以感觉丝毫不得勉强啊。而且实实在在的，现在我们成熟的缘呢，我们全心全意啊，有时候的时间都不够了。比方说教育自己的孩子啊，教育信任我们的学生呢，啊，那我们能够啊，来对峙啊这个习气。啊，这个也急不来，啊，自利利他，明明德清明，这个都不能操之过急的。啊，那再来呢，我们也看到我们李老师对峙嗔恨的成果，啊，他现在啊都是祥和之气啊，没有杀气啊。啊，这个我们有一位同修，我常常就提醒他，啊，你不要一开口就带点这个怒气，啊，他说我没有啊，我说你那个讲话的语气里面就含有一种怒气。有时候自己都没感觉，但别人有感觉。那旁观者清啊，别人提醒我们，我们还能接受，那这个真的是有道心的。闻欲恐，闻过心是因呢。质量是见相轻是果，结果。那后来我跟这个同仁呢，啊，交流的比较多了，他过去杀业重，杀业很重啊，所以很可能你杀了很多众生呢，这些众生也很愤怒嘛，啊，当然你在杀生的时候也，自己这种杀心啊也会增长啊。然后这个旁边众生多了也会干扰你的状态。好
啊，所以真用功啊，绝对都会有自己的受用，也会有他人的受用啊。不知道李老师，你的孩子有没有说，妈，最近你脾气啊变好了？哦，有没有这么说的？有啦、哦，哦，其实因为越近的人呢、啊，他的感受是越直接的。哎，我们现在修行人不能给自己一个借口。哎呀，家里的人最难度啦！你看，讲着讲着好像很合理啊。我们查一查古代这些圣贤君子留下来的话，有没有哪一句话说家里的人最难度啦？我好像没读过。啊，甚至于我们自己去啊，体会一下。范仲淹，他在几个地方当官呢、啊？甚至于有战事的，跟西夏兵作战，啊，到边疆去了，甘肃啊这些地方啊。啊，那我请问大家呢，他家的老人。妻儿跟着他这么跑啊，不大可能吧？可是你看他的太太有没有怨言啊？太太有怨言，他的孩子会很优秀吗？不可能的。太太对先生有怨言，胎教就做不好啦。胎教影响很大的。陈德有接触过被领养的孩子，这孩子啊，不知道，他还小啊，当然不让他知道也好啊，让他知道怕形成他心上的挂碍了啊。当然他长大以后啊，他心智很成熟。哎，你觉得跟他讲不会影响他，甚至于会让他更感恩。哇，我不是父母亲生的，他们居然这么爱我，那种感恩心更强，那没有问题。哦，那啊，陈德了解他这个情况，这样的孩子啊。他的肾气啊就很弱了。啊，那个舌头舌根都是凹下去的。啊，全息理论啊，一个舌头里面有五脏六腑的状态啊都在这个舌头上了。啊，我们老师有时候一个基本概念可以了解了解。啊，这个上网都查得到了。好，为什么你那小孩子的身体，有时候你给他看一下，哦，哎，没什么大问题，啊、哦，我们心里有个数。他在胎中啊，就有要被人家抛掉的这种磁场过来了，你说他会安定吗？哦，包含父母。在一个孩子很小的时候，吵吵闹闹，动不动我要跟你离婚，这些话出来，对孩子内心的撞击都非常大的。所以我们现在看很多孩子都没安全感，那根都在家庭啊。我们老师在用力啊，但是那个基础在家庭啊。所以老法师有一句法语，家庭教育是根本的、啊、学校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延续，社会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发展，宗教教育是家庭教育的圆满。
你看这一段法语就已经点出来了，家庭教育。但是这也跟一个孩子他过去生修积的福报有关的，这一切都没有离开因果啊。所以真正了解啊，我们父母老师的脾气对孩子的震动啊，不轻易发脾气。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可能差不多是四年级左右吧，刚好我妈妈也调到我的学校了，啊，突然在操场，啊，跑到对面，看到我母亲了，我母亲没看到我，啊，哇，高兴啊，就要冲过去了，结果我还没到我母亲跟前呢。被一个男老师拉到旁边去了，因为我太高兴了，不知道人家在赛跑比赛啊，把我拉过去，什么都没讲，啪啪两掌就在我脸上了，我头都晕掉了。所以有时候啊，我们当老师的人不要看到孩子一个行为情绪上来就处罚了，他自己也不是故意的，我当时也不是故意的，你看一个人看到自己母亲那种高兴要冲过去，突然被拉过来都还搞不清楚状况，就啪啪这样，你说我的内心，我现在讲还有点痛啊。哦，那当然我也没放下啊，要放下，今天要放下了。哦，就像我们看到孩子，哎呀，很忧愁，一谈到那些事在流眼泪，我们想都过去了，都过去了。但是也要体恤他，放下也不容易啊。真的，有时候我们觉得哇，这个行为我好生气啊。你去问一问，有可能孩子有他的情况，不是我们想的那样。但是这个时候你处罚下去啊，那孩子就很不被理解，最后就跟你距离很远了。啊，假如那个老师不是给我两巴掌，啊，而是说，哎呦，人家在比赛，你这样，这个影响很大。那我可能就很惭愧了，哦，也觉得哎呀，谢谢老师，谢谢老师。你看被打的都冒金星了。所以这些机会点呢，我们当父母老师的能忍住脾气呀，就增长孩子的善根。这个机会点掌握住了，但是抓不忍不住了，我们就造孽了。而且还造成孩子内心深处的阴影了。所以大学有一句啊，陈德觉得是最重要的一句话：治天子以至于庶人，一是皆以修身为本。其实这句话已经告诉我们，你不管在哪一个行业，甚至于你在家庭，你要把你每一个身份能够真正做好，一定是以修身为本。所以我们现在来从事教育工作了，那我们一定啊，要把福照调伏啊，啊，要把脾气啊调伏，这样才是极致也温呢。啊，孔子的学生叙述老师给他的感觉嘛，啊，望之俨然，极致也温，
听其言也立，就听老师讲话，哎，自己就肃然起敬了，正气就提起来了。哦，因为老师一开口啊，决定都是要在正论了，啊，听了自己啊，补充正能量啊，啊，终身难忘啊。那老法师劝勉我们发心啊，做小学老师。因为护持孩子一年两年时间不够的，哎，能够不为名不为利潜下心来陪孩子，说实在的，我们也不是从小学的，有这样的机会啊，教学相长啊，跟着孩子一起啊修戒定，一起深入经藏，哪怕只教出一个孩子啊，功德太大了，因为法不会断了，有人承传了。我们看历代高僧大德，有的一辈子啊，找到一个传人都没有啊。我们能尽心在这些成熟的家庭的因缘，哪怕只有三五个家庭都很难得啦。那假如我们是在体制内，那老师们也要合力啊，哎，这个孩子我带了两年，哎，升上去了，哎，这整个情况，哎，告诉接着接的老师，然后都在一个学校里面，一个生活圈里面，一起配合来教孩子啊，哪怕这个孩子离开了，哇，有这么多位老师爱护他，他会常常回来的，他肯回来找你啊，这个缘就可以一直延续了啊，最好能够延续到啊他要找对象了啊，先来请你鉴定鉴定啊。哦，那这个就特别难得了，你不止护持了他，可能下一代你还继续去教。所以感觉啊，老人家句句话呢都是出自肺腑啊。啊，我劝大家发心做小学老师啊。好，不过陈德现在感觉劝别人不容易，得自己带头。所以我现在除了深入经藏不然自己都不明理啊，怎么带人啊？再来就是好好原成熟的学生呢，我们跟着他们一起成长。承德是可以陪他们几年教啊，我的德行学问不够自己也是从小教的从小学的而且他们的因缘还比我好呢我二十几岁才接触啊，他们有的七八岁了，甚至还有的胎教开始学的了他们身上很多优点都超过我我可不能好为人师但是尽力，这个是我们做得到的。好，那我们看这一篇呢，老和尚的教导在冬至祭祖这也是一个时节因缘。
一开始提到了缅怀祖德、知恩报恩，是中国人的传统美德。你看这句话我们要随文入贯了、缅怀祖德。那诸位老师，你们有没有回到你们的祖籍，找到你的家庙，祭祖？你们家的家谱你找到没有？认祖归宗啊，承德真的回到自己。泉州、晋江、后湖村，真的有我们蔡氏家庙啊！哇，我们这个祖上呢，当官也当得很大了，那皇帝赐的，盖的家庙啊！门前还有那个专门啊要下马、绑马的地方啊，真的去祭祖啊！真的都是有祖宗德应啊，我们才有机会学传统文化啊。因为我们懂因果了，我爷爷捕鱼啊，我曾祖捕鱼啊，推上去的有记载的都是捕鱼的。可是我们到台湾第一代祖名字叫蔡远德啊，我说这个名字应该是读书人的名字了，不是张三也不是李四的是吧？这个，所以代表来的是读书人。哦，那这我们这个祖上杀业也很重啊，可是既然到我父亲这一辈都读书。然后到我们这一辈还能学佛学传统文化，这个没有祖宗德应不可能的，也感恩了。那回去祭祖啊，也不知道为什么刚好就很多人知道。他其实他们不认识我的，但是知道我要回去祭祖啊，哇，整个家族的人来了不少啊。当时要祭的时候还有一个很有辈分的长辈说，哪一个自辈的排这边，哪一个自辈的排那边，全部都是老人啊。哇，那个阵势让我肃然起敬啊。那说实在的，你假如真的找不到族谱，也找不到祖宗了，那你那个姓氏的圣贤人你一定找得到的。像我们蔡顺十三啊，蔡顺是我们的先祖啊，包含德育课本是蔡振生先生他做的，他一开始就告诉我们蔡氏先祖蔡仲那蔡国就是派他去治理的那个他的教诲啊里面就说我们是文王的后代。哇，我当时看完了觉得我人变了。走路有风走路的这个姿势都不一样了。不能丢文王的脸了。不能丢祖先的脸。无念而祖啊，欲修觉德啊。这个是孝经啊开始就说了。所以我们看老法师啊真的是念念不敢忘啊祖宗的恩德啊。在文革时候啊老人家几天睡不着觉啊。尤其是族谱要烧掉。不能记住。老人家怕这是我们中华文化的根啊。孝是
大根大本啊。透过什么教效？慎终追远啊，明德归厚啊。结果发表一篇文章啊，当时报纸都登出来了，百姓宗祠啊，希望比方说哦，臣是宗祠啊，你们始祖是大顺，然后历代有哪一些对我们整个国家民主贡献很大的这些祖先的牌位都立上去，你去拜一次祖先，哇，这都是我的祖先，你马上那种荣誉心呢，使命感就上来了。所以以前的人他的生命是有根的啊，我要光宗耀祖啊，光耀门楣啊，他活着他就很有方向啊，很有目标啊。我们现在孩子，中华儿女的后代不认祖归宗了，每天干什么？消磨时间，找乐子。你看他耗掉多少时间？你看古人从小的时候他就很有，我要让我父母过上好日子啊，我要让我的家族兴旺起来。他每一年都祭祖啊。慎终追远呢、啊，祖宗虽远，祭祀不可不成。啊，陈德感受很深啊，为什么？我在家里是最小的，我有两个姐姐，可是我不像弟弟啊，因为我在家族里面呢，我是长曾孙呢、啊。我去祖先的时候，那跪下去啊，还很小啊。啊，跪下去把头抬起来，吓了一大跳。哎，我的名字怎么排第一位啊？好，一下子深呼吸一下，排第一位啊，比我年纪大的都排我后面。因为他不是长子长孙的后代，所以我排第一位啊。哦，我有很多堂弟的、啊。啊，家族一聚会了，哥哇一叫，啊，抬头挺胸，嗯，也像个哥的样子。哦，哎，考高中了，哎呦，我得考个好高中给他们看才行啊，有责任感了、啊。现在的孩子人生没有方向，没有目标，甚至自己烦呢、啊。心里只有自己了，哎呀，我不想活了，我太痛苦了，就结束生命了。这自杀虽然也有被环境所迫啊，但是也有是什么，太自私了。一个人能想到父母，想到妻儿，想到最亲的人，他不会，最后不会做这个事情。甚至于天无绝人之路，那看不到的佛菩萨善神多着呢。一个人只要有善心起来了，这加持力就上来，不会走上绝路。我们念地藏经，你看那么多地神，看到一个新生儿，他就开始护持他了。所以为什么我们这个祖先都这么尊重天地神奇，他明白这个真相啊。五谷丰登呢，他要祭一下谷神，他要祭一下河神。所以老祖宗教我们最重要三个内容，人与人怎么相处，五伦关系啊，伦理道德，人与大自然怎么相处。现在的孩子连赤脚踩在黄土上都没有经历过了，现在一生就在都市里，跟自然不亲，
跟电器用品很亲呢，都是在这些磁波之下。你说这个孩子的身心会很安定吗？会很柔软吗？会对一花一草产生一种感恩吗？所以人与自然的关系啊，我们当父母老师的也要去教哦。再来是人与天地鬼神的关系要处好。啊，所以老人家感叹呢、啊对日抗战损失最大的，把我们延续几千年这种家族啊打乱了，要恢复啊很难的。一个人的思想观念就是靠这个家这个大家族把它扎根的，现在这个载体没有了。我们也见到马来西亚一来听课三代来听，有时候还会遇到四代的，看得很欢喜啊。还有兄弟姐妹啊还住在一起的，这个特别难得啊，要保持下去啊，还给世间人展现呢、三代同堂好啊。这个载体你要教孝，你要教他做人做事自自然然，不用刻意，就在生活当中教了。现在小家庭你要教孝道啊，你还得跑一趟啊，回到爷爷奶奶家外公外婆家。那老人家慈悲啊，感叹呢、进而还开出了药方，让团体企业来延续家文化的精神。所以假如有企业家他发心，让他员工的小孩也能接受好的教，五千年老祖宗智慧的教育。办子弟学校，那这样下一代也能教好啊！这些企业家都有责任感，来护持、育用，真的会出民主的人才。所以师长老人家开出了很多对这个时代最关键的法药，真能解决问题。但是重点，老人家年纪大了，这些这么重要的理念法药啊，谁去落实啊？就要靠我们弟子了，不然他老人家讲的再精辟，世间人只是一句话，你讲的是理想啊，做不到啊。好，那我们可以发心，从我心做起，从我家做起，从我的社区做起，社区是个很好的载体啊。像这个山东大福地啊，他们几年这样教传统话，没有夫妻离婚呢，这很难得啦。很多地区飙到七成超过了离婚率啊，这给我们证明什么？共业当中有别业啊，
你看普遍离婚率都超过四成五成了，还有地方没有离婚率的。工业当中有别业。再来告诉我们什么？人之初性本善了，人是可以教的好的。好，那从我们团体做起，从我们学校做起。佛说啊，四个人见和同解，一心一意贯彻始终，四个人啊，同心同德啊，一心一意贯彻始终，天下为公啊。大家看得出来我读三民主义还是啊有点用心的啊。哎呦，今天好像是孙中山先生诞辰啊。哎呦，这么巧啊，可能是他老人家家子啊，怎么讲到这里来了啊。革命尚未成功啊，同志仍需努力啊。真的要让百姓安定啊，最根本的还要靠文化的力量啊。不然大家不愁吃穿了，可是不懂道德啊，哇，那做出来的行为啊，禽兽都不如啊。啊，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全世界一年堕胎超过5000万，那是有登记的。这一些阴灵啊，在哪？可不可怜呢？他来找爸爸，找妈妈，被抛弃了，很可怜呢，设身处地呀。灵魂是存在的，所以啊，我们啊，同修们啊，像悟道法师、悟行法师，他们做三十七念，都会为这些英灵啊立牌位超度啊。虎毒不食子啊，我们现在人都做杀害自己亲生骨肉的行为了。纵欲啊，这些未婚男女这个情况太多了。那那么多阴灵冤魂不影响我们人类吗？甚至于都会影响到父母的身心，影响到他家庭的情况，甚至于他后面再生孩子都会影响。这虽然看不到啊，那真实存在啊，所以都要很好的忏悔啊，很好的帮助这些婴灵啊。所以啊，没有文化的熏陶啊，我们做出来的行为会伤害自己，会伤害他人，这个社会怎么安定呢？那夫妻现在吵架打架那么多，这社会会安定吗？小孩会人格会健康吗？不可能的。所以老法师讲到，文化是民族的灵魂呢、文化没有传承，这个人就没有灵魂了。教育是文化的
生机呀、啊，要靠教育啊，这文化才能传下来。好、哦，那这一段也是老和尚的墨宝啊，我们再发给大家看的。好、哦，孝是中华文化的根，敬是中华文化的本。其实我们这个祭祖法会，就是对祖先、对父母、对老师的孝敬啊！哇，我们看那个古圣先王的牌位都立在前面，包含孔子、老子。我们感谢他给我们的生命慧命啊！好，所以我们读到这一句，缅怀祖德，那不能划过去的，要问问自己呀、啊，我有没有认祖归宗啦？我有没有把祖先的德行放在心上，从此刻开始效法？真有这个心啊，那变成祖先的独生子女了，他一定护持你的。哎，知恩报恩，这都是我们的传统美德。哎，那马上问问自己了。哎，我受人滴水之恩，有没有涌泉相报啊？现在物质很丰沛哦，有时候人家送我们东西呀、啊，我们第一个念头，哎呀，这个我不需要啊。不是先感受到对方的心，而是先着这个物质的相了。我们现在都太物质化了。人家古人是什么？礼轻情意重啊，千里送鹅毛啊。哎，都是先感受到那个无形的。我们也要在生活当中去观察到自己呀、啊。现在太有物质的这种享受了，感恩心反而会下降哦。那比方说我们在办学，各地很支持啊，送来的东西，假如我们一收到，哎呀，这个太多了，那就堕落下去了，这一念造业了。你首先要感受到人家对我们的爱护啊，这些细节啊，你不要说孩子没看到、哦。我们看雪公私训，是李炳南的老师，他的学生怀念他的，每一个人怀念的不长。因为篇幅有限嘛，都是最深刻的啊。其中啊，有学生回想了啊，有一天啊，李老讲完课要离开啊，有个同修跑过来，拿了一个食品啊，哎，李老师接受了啊，回到家。先把它供在佛前呢，恭恭敬敬供在佛前。啊，那我们想象啊，第一，那李老不邀功啊，啊，这些感谢，哎，佛菩萨的教化的功德，啊，祖师的功德啊，哎，自己老师的功德。那再来，这是人家的供养啊，帮他回向，给他修复啊，啊，对待一个小的食品这么恭敬啊，甚至于人家供养这个热食啊，李老恭敬到的当面吃给他看呢、啊，让他高兴啊。
有时候呢，知道这个东西已经变味了，有毒了。李老是中医啊，还吃啊？你看，太慈悲了。回去赶紧吃解药啊！结果后来97岁那时候也遇到这个情况，结果回去解呀、啊，来不及了。哦，那当然，这善知识的慈悲啊，我们要效法，啊、哦，但是也要我们也要这个度德量力也要很谨慎哦，哎，啊、哦，有时候该拒绝的时候还是要拒绝的。好、哦，那我们看，老人家接着说到了啊。超见细念法会是佛教徒以虔诚修行的功德，回向亡灵离苦，灾难消除，世界和平的一种祈福仪式。每一句老和尚讲的话呢，我们的态度就是讲给我听的，句句都有悟处。第一，回向亡灵离苦。哎，我有没有这个心呢？啊，我有没有想着赶快超拔我已经离去的祖先亲人？总不能他离开了，我都没有尽点心呢，那情谊不够了，伤三年，常悲业啊。居处变，酒肉绝，这些行为都不是要求出来的，就是那种心境啊。就像夫子，礼有病，不向歌，这很自然的。他这一礼里面，哎，有人家里出病了，感同身受。他不会在巷子里唱歌啊，体会人家离去亲人的心呢、啊。哦，所以目贤当目其心呢、啊。我们会学的人，他只是一句啊，哎，从这一句，这个是事啊，回到理。回到我的心，哦，原来夫子教我的不只是一个事情而已，啊，不只是说哦，你有病啊，你不能唱歌啊，是随时可以去体恤人家的心。哇，那这个心境体会到了，再启用，能用到多少事啊？好，所以为什么说？举一反三，为什么说闻一知十？他从每件事拉回来，是体会那颗心啊，再由这颗心推己及人，甚至推己及物啊，这个就是一体呀、啊，依这个本体真心在启用啊。就万用了，哦，就像老法师跟我们讲，礼敬诸佛，哎，一句教诲啊，老法师一说，啊，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都是诸佛啊，都要礼敬啊，所以这个礼敬诸佛用出来用在哪？一切事、一切处了。道也者，不可虚于理也啊！什么时候设身处地啊？任何时候啊！什么时候礼敬？任何时候啊！那这个真心就没断了，最后就恢复了。
啊，灾难消除。我们读到这一句，那我有没有把整个地球的安危放在心上啊？这个时代是牵一发动全身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我能尽心，就能感动跟我有缘的人，就能感动一切众生，有些是看不到的。这佛经里有啊，有一只鸟叫欢喜手啊，结果刚好森林起火了，那么多的森林啊都面临死亡了，哎，这一只欢喜手啊，好，就拼了所有的力量，以最快的速度啊，到河边含一口水，然后又以最快的速度飞回去啊，把这一口水吐在大火上，就这样拼了命的在做这个事情，结果天地看到了。很惊讶，他在干啥？就化身下来，问他：“你这样做无济于事啊！”他说：“我相信我可以把这个火灭了。我假如不行，我累死了，我再来我也要灭它。”哇！这天地听完感动了。啊，信神通啊，就把这个火给灭掉了。所以不要预设说，哎呀，我的力量有限呢、啊，哎呀，能起什么作用啊？哎，我们这一念画地自限，就是我们发心的障碍。就像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提到。白方礼老先生，他没有钱了，他的体力也没有我们好啊，他也没有地位啊，所以劳动阶级啊，可是他却唤醒了无数的人的良知，唤醒无数人对教育下一代的使命。所以灾难我们也要尽一份力啊，每天修学功德回向啊，世界和平的一种祈祷祈福仪式，我们每天有没有回向啊世界和平啊，甚至于我们做榜样，自己时时期许自己做榜样啊，这真的是请转法轮请佛注视啊。自己夫妻和乐了，你们一接触人呢、啊、一讲话人家羡慕嘛，谁愿意吵吵闹闹的？可是假如没有榜样，大家就会下一个结论，哎，本来就是这样的，不可能的。可是有榜样了，他就有希望了，他就愿意去效法了。所以这个我们有一位同学他父亲啊很用心教他们两个女儿那夫妻也很和谐。结果我们在英国办一个传统文化英国传统文化学习班呢有邀请这一位王老师来讲课但是我们负责的杨医师他没有见过他们本人呢找到机会了，这次见到面了
啊，见面就说了，我这次来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看看你的女儿身心健不健康。哦，因为他是医生啊，你舌头一伸出来，他就看得到了。哦，然后我也随喜这个杨医师，我说，哇，你真负责任哈。啊，你邀请的人，你还要很确定他的医报庄不庄严啊？他的孩子就是他的医报啊。哎，今天假如你要找一个老师来教你的孩子啊，结果看到这个老师的孩子很不听话，你还给他教啊？好，大学说的齐家不能教啊，齐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知啊。不可能的，哦，所以刚刚我跟大家提过了，啊，我们古圣先贤没有留一句话说家人最难度啊，哦，这些留名青史的读书人为国家牺牲奉献，你看他的太太没有抱怨啊，尽心尽力照顾家庭。范仲淹先生四个儿子，个个都有出息呀、啊，对国家都做出重大贡献了。他的二儿子超过他、啊，他是副宰相啊，他儿子范纯仁正宰相啊。哦，所以不能给他自己太多借口啊，因为他离我们最近啊，我们有真正的真诚慈悲，哪有他们感受不到的道理呢？哦，所以自身身心做榜样啊，夫妻相处做榜样，家庭做榜样，这个真是为世界和平做出贡献的。啊，看有没有哪一位同修啊，你们发发心会有感应哦，啊，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谈谈夫妻相处。你娓娓道来了，感动全世界有缘的人，你真发这个心，真干了，真有这样的人，佛菩萨会促成的，真有这样的企业，哇，整个企业团体亲如一家人，那佛菩萨安排他们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去分享。好，那我们看呢，老和尚说啊，在今天法会开始之前呢，我们希望先谈一下重要的主题。哎，这句话跟我们教书有没有关呢？老人家只要跟大众有讲话的机会，他都会掌握住的。就像一个代班的老师，一个教学的老师，他随时在关心学生的状况。他看到一些什么情况，他要把它记下来。有机会讲的时候，他一定会掌握住。哎，我们要从这个字的背后看到老人家的心境。啊，像我，比方说当班主任开班会。一定是留心发生的这些事啊，学生的心态呀，哎，怎么去提醒他，他能接受，都要拿捏好这个分寸呐。啊，尤其你带的是大孩子的，甚至是成年人呢，你直接讲他不高兴的话，那还得用另外的方式讲自己呀。都有善巧方便的，但最重要的是我们那个念念要成就他的心。啊，现代同盟养正的落实，啊，同盟养正教育的落实，
祭祖是缅怀过去的祖先，继承他们的美德，这是祭祖的意义啊。法会是化解现前的戾气，修积大家的福报，而同盟养正教育则是培养国家民族未来的栋梁，延续千秋万代慧命的无量功德，断了后面的人就学不了了。所以同盟养正教育的重要性啊，无以复加。我们弟子啊，听到老人家用无以复加，接下来的事还没有记住啊，那就是对了，老人家的恭敬心不够了。用到这个词了，汗毛都竖起来了，耳朵拉长，不敢忘了，是当今最重要的一桩事情。不孝有三呢，无后为大。我们站在家族，站在整个民族，培养下一代是重中之重。那上一次跟大家提到这个一颗种子啊，我上次修正一下啊。一颗种子我们算它可以再结100颗果实，又留下100颗种子，然后再把这100颗种下去，那这100颗又会每一颗又长100颗啊。哇，这样下去10年之后啊，这个有多少颗啊，可能是10的10次方啊，这个数字大不大？但是不要小看那一颗下去哦，那一颗是扎扎实实的最重要了。所以老法师提醒我们哦，谁想很快的把传统文化复兴啊，会造无量无边的罪业。因为那个很快就会很急，就会舍本逐末，就会急于做出一些样子给人家看，副作用就来了。特别想强调让孩子表演的，孩子都有虚荣心，都有这个人前人后不一样的情况。教育一定要随时能感受到孩子经过这件事，他的心往哪里发展，知其心，然后可以救其事。所以我们这一代人能真正的培养出传承的人才，哪怕是一个，功德很大了，不能贪多啊！所以老和尚为什么会说希望有年轻人发心一生做小学老师？这个话很深呐！承德到目前做了10多年，真正这样的老师啊，5只手指头都数得出来，不容易啊！全心全意把心完全放在学生身上，能保持不容易啊。也有看到很热忱的，可是很难保持。2年、3年、4年，他也有点名气了，就没有办法全身心在孩子身上了。
最后变成去讲课了。不是不能讲课，你那个心有没有完全还能够去体会到孩子的状况，甚至于让大孩子带小孩子了，陈德觉得都不是很妥当。大孩子跟老师还是有不同的。都要是自己全神贯注，全身心去带，你再去分享出来的，那真的是肺腑，真的是真诚的言语。不然到最后又慢慢练得很会讲课了。出发心不容易保持的。好。好，那我们今天呢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谢谢大家。阿弥陀佛。